前这个曲子非常适合指弹入门，指弹就是旋律和和弦用一把吉他表现，和弦是用来衬托美化旋律的，弹奏时就要注意右手力度上的分配，要突出旋律，和弦伴奏肯定要相对弱一点，如果用一样的力度来演奏，没有层次感，主次不分，不好听，如果控制力度，层次分明，听着好像两把吉他演奏，好比一首歌，伴奏的音量是不能超过歌声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谱子是不会写出这些的，大家弹奏时要特别注意，好不好听，就是这些细节。全曲的旋律集中在低音区，为了突出旋律，大拇指采用靠弦。和弦伴奏集中在一二三弦的高音区，全部采用勾弦。关于靠弦和勾弦的应用，我主页专栏里有详细的讲解，有心学习的朋友可以关注。这个曲子难度一般般，但是还是有条件的，至少掌握一些基本和弦，会了一些简单弹唱。目前弹不了没关系，收藏这个视频，以后再学习。谱子大家可以截图，有心深入学习的朋友请关注我的教学专栏。